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all because of you. PS 四 哇，升级！哇，升级要900,000呢！哈哈，这台 Benny 的啊，改装款的免费车，来是免费车吗？我看一下，汽车。哇，大哥啊，差牌不罢啦。对啊，升级要900,000呢。好贵哦！哦，90,000，90,000，我没办法，我要睡觉了。哎、欸，是是。你要上？等我一下，我在改车。升级100%。我还在找很多可以选。那台真的是超。车到底在哪里啊？拜托让我找到好不好？碳纤的赛车扩散器，看起来不赖哦。配件有什么分区？网格页。什么东西要按华语？还蛮好看，有些就收手。我觉得是宽式的锐角好像还 OK 啦，因为它的车子搭配锐角或者是这种弧形的，其实也蛮好看的。我用这个啊，引擎的话有主色调的，哎呦，哦，变橘色的耶，哇，它还会动。像这个颜色吧，抛光气门罩，45,000，正时皮带，它皮带是什么？前面的颜色、啊，哦，没有罩子的话就外露式的哦，好像都差不多吧。我个人是喜欢红色啦，因为搭配黑色。新车库买了多少钱哦？我好像是选200多万那个吧，反正就选离车库很近那个啊。拉杆，这个是什么啊？上面那个引擎是拉杆，这次应该有涂装吧？有哎，贴满满好像用不太到，因为盖子盖起来。我来个抛光赛车吧。哇，这个加速就满格嘞！
声音没有很大声。排气管呢有好多、哦，这单根呢大只佬。哦，这个好大，双钛金，超大排气管，哈哈。水箱护罩，然后上面那个颜色可以变，好像都橘色不好看，我来换个颜色好了。碳纤，碳纤比较高级，不是最贵的，但是就离我的办公室很近。引擎盖跟配件有，哦，也是一堆哦，一堆一堆，这是上面的引擎盖，所以它其实只要选自己喜欢颜色就好了嘛。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我就选一个这个吧，碳纤的啊，原厂引擎盖，哦，它有花花嘞，贴满满。应该就选个，我个人是，其实我蛮喜欢碳纤的，可是碳纤不能上色，所以我就选黑色好了。不然贴满满的话就会影响到涂装，所以我就先选一个双通风口，然后如果不喜欢再来改吧。内装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哦，还有遮阳隔热纸哎，啊，就多个遮阳板而已啊，要4900哎，好啦，先买一下，我先随便选个颜色好了，因为我到时候还会再改它的设计。纤维的，那仪表板有什么？好像跟之前的没什么差别。哟，好像多了一些东西，可是我又看不太出来。好像多了很多竞速式的仪表板，所以，就选最贵的好了。门的部分呢？这个就没有像之前配套车那么多的喇叭了。因为其他都不好看，所以我就选这个碳纤门板。那座椅的话，车座椅看起来不太好坐哎，虽然不是我坐。这个随便选一个好了。防滚架有什么？突然变高了，然后因为里面的镜头变高了。它内装里面的颜色，它里面是什么？排气孔吗？还是不太确定的？哦，那个是什么？好像是可以喷射的，那中间那个管子。先选这个好了，然后我们到时候试试看它是不是可以喷射。涂装，哇，火箭的，银白喷射，所以它代表它真的有喷射功能。哇，甩尾飞弹，这个好脏哦。红木哎，红木竞速，哦，这个汽油这个比较好看。摩音玛卡这也还 OK 啊，哇，水油，
先选这个汽油，然后换一下颜色看看。车牌有多什么吗？框架，它可以移除车牌，当然是移除啊，因为车牌在后面就好了。喷漆的部分啊，主色调。哦，它是全部哎。啊，因为我是金属色，所以我的前面的黑色也会有淡淡的，是我错觉吗？还是它灯光的关系？哦，知道了，我赶快用雾面看看。啊，是整个车子变雾面了。对，是副色主色调变雾面，绿色也还 OK 吗？可是我觉得搭配黑色还是红色比较好看，或者是黄色比较跳。嗯，橘色也 OK。那副色调诶，前面哦，它是上面的颜色。那我觉得副色调就跟橘色一样好了，这样有一致性。那装潢颜色就其实也没有差，红色也可以啊，16红。落日橘红的话可以搭配外面的橘色。车顶配件通风口。来个碳纤的好了，因为它有斜斜的感觉。其实它两个都有啊，只是碳纤比较高级。OK， 那车顶的部分有多个导流罩。这个涡轮是什么？干嘛用的？碳纤涡轮。这个好了，碳纤车顶。侧裙有，侧裙其实没什么意见，就副色调吧。导流板。加长唇形的导流板，然后好像我还蛮多的，超多。这标准款都有这个大的那种超大尾翼，路面袭击尾翼，哇，这也是很高哦。超多可以选的，真的是超级多，我就选最贵的这个好了，极致时间竞赛尾翼。嗯，好，竞速级的哦，4400，所以买这台车最好还是要银子要够，不然真的会花很多钱。车轮类型，看看有什么特质不一样，新的吗？看起来是没有新的，我用原厂的好了。然后轮胎就给它橘色好了，哎，橘色，嗯，车窗用淡色系，好了，改完了。一出来就下雨，搞什么？这什么车多少钱呢？我看一下啊。班尼的原装车，因为这台车是免费啦，这台车免费，但是你要升级它的话就要再花900万，然后还不包括其他要改的东西，所以你等一下再往回头去看它总共花多少钱，再评估要不要改它好了。那我们先试一下车子，这还 OK 啊，就稳稳的啦，没有说，我觉得还蛮好开的，刹车也还行，看一下甩尾，还 OK， 看一下加速，加速按哪一个啊？刹车不是，好像没有加速功能欸。
哎呦，一人称开车真的不太好开。标一下位置。所以，他说有25台新车，我猜有一部分的车子是，班尼改装车里面的东西，所以应该是用现有的车子去改它而已吧。因为刚才看起来是多了很多东西啦。我等一下开一些跳跳车去改看看。我汽车有买，但我还没改，我先开回家一趟。不过这台车还蛮好开的，即使它没有改的话，而且它免费的哦，还蛮耐撞的，我觉得。哦，哈哈，直接撞了。好，等我一下哦，先开回家。